别慌，快点啊，踢。这就是俺老师。没棍斜了啊，好，先硬住。第，后滚。俺老师这边没棍斜。走，放。第，慢点，别丢。慢速回。下，收。再来一遍。四个一块举起来，四个一块这个力量，感觉出来，感觉出来。我说太高，叭这样子，我说再低，下下来，不能这样子大动，懂不懂？你慢慢太高，要停的时候别停。你一停，四个在扎你这边一整个都掉下来了，斜下来了。任何一包，你只要任何一包都不成功，都不是成功的。啊。这时候低头，这时候低头，看着感觉压榨先，谁？好没有？跟他们讲，松手。好停。下。你好麻烦，你怎么晃？你们后面腿怎么回事？后面腿？腿很重吗？腿应该不重啊，你四个人顶一个怎么会重呢？就轻轻的，就感觉，要感觉。高低要慢慢，你不能一下大就上去了，那整个都晃了。